大根啊！往里走的，弹着平衡点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味的，这是干嘛？怎么刚刚擦身而过？哦，哎，还是 OK 的，擦肩啊，擦肩还擦身，擦肩吧，加油加油，擦肩吧，扳回一体，擦肩过，对对啊，擦肩而过，擦身，擦身，擦身，好的，五曲三。抢答赛，有没有看到人就这样由简入奢易，由奢入简难？以前坐的沙发那么大，对，你看看现在坐在，现在坐到那个板凳，坐在高脚的区，对，那个表情就好像有一点硬，真的，对，心中感受如何？三位，其实坦白讲，蛮难过的，蛮难过，对，很希望制作单位再发我重新回到那个位置。你要再来吗？而且卓一峰是2022年的第一名，对，我是2021年的第一名，他是2022年的第一名，2021啊，代表说那几届的对手就是哦，没事没事，现在是五位笨蛋，他们是 winner， 他们比较强，他们比较强，五位强者了，讲错了，讲错，五位我们只有三位，要先干掉两位，好不好？请出题，优先答对三题。哇，好难哦！不要这样，让人家好。什么歌？举太快，举太快了。好，举好，好，很真实。好，所以你不能再举了。音乐继续。没有人知道。哦，大根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睡不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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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。哎，什么？是这首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不要说对不起。哎，举太快，举太快了。我唱出来了，但是我举太快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早点发现？太晚了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有唱出来，我知道是哪一首歌。两位不举的，好吧，两位不能再举了。另外三位，音乐继续。什么歌啊？笑就会笑，不要说对不起，不要再问原因，就让世界不停的向前，别忘记从前。好，来，一晨，九哲，最爱还是你啦。哦，最爱还是你，最爱还是你，唐禹哲，你们好狠哦！禹哲的歌啦，唐禹哲这首歌很红哎，哎呦，最爱还是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，哇哦，哇，原来原来，而且很可怕啊！我一说举太快了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应该都这样。最爱还是你，下一题出题。你听我说。好，来，半将降级力啊，大根的。往里走的，弹着平衡点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味的，这是干嘛？怎么搞？刚擦身而过，哦，还是 OK， 擦肩，擦肩还擦身，擦肩吧，加油加油，擦肩过，扳回一体，擦肩过，对对啊，擦肩而过，擦身，擦身，擦身，因为他小时候是我操林呆，对，因为我有一点操林呆，我小时候讲话。擦肩而过，他小时候现在擦肩而过，头被驴踢了，小时候被驴踢，现在就把他带在身边。第一次听我说，我瞒了很久，不管去哪我就把他带在身边。好，下面一题出题。哇，这个要鹰眼的，鹰眼挑战，鹰眼挑战，电视辅助判决，鹰眼，伟忠，你被我写在歌里，你会唱吗？会，对啊，不对不对，应该不对，不对吧？不对，哎呦，不对不对，哎呦，等一下等一下哦，你被写在我，哎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啊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。好了，对了对了，对，他小时候也有一点，那时候我被驴踢到的时候，你在旁边，对，不是他小时候学英文，他倒装句了，倒过来，倒装句，那英文啊，现在在干嘛？神经病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症状，对不对？